怎么制作一份手抄报呢？提起手抄报，就必须要讲到关键三兄弟：报头、文字、插图。一是报头，通常有主题图形、报头文字、几何形体色块和花边组成。报头要取一个好的报名，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目光就靠它了。二是文字，文章是手抄报的基础，借助文字传达出我们的想法。三是插图，好的插图既可以美化版面，又可以帮助读者理解文章内容，让手抄报更缤纷。三要素是手抄报之本，大家记住了吗？当然，要制作出漂亮的作品，只有三要素是不够的。还在发愁的同学请听好，要设计出好的版面，要注意分主次规划，突出主体。其次，要灵活地分配文章位置，根据篇幅的长短排版，注意横排竖排相结合，展现变化。同时，版面始终要保存干净整洁。另外，版面的色彩搭配也很重要，手抄报可以是黑白的，可以是彩色的，灵活地用冷暖色可以营造不同的氛围。我们能通过色彩影响读者的心情，冷色能让人感觉到平静开阔，妙用暖色则会呈现生动激情的感觉。无论何种色调都要便于阅读传递信息，赶紧拿起你的画笔享受办报的乐趣吧。